左右都有哦，读起来，读起来，读起来，读起好，来。你要捞水是不是？还是我要想要弄那个啊，让正他怪可以钻过吗？来比作啊，对啊。那是不是这里有点难办呢、对，现在量有点多。那我先挖一个小洞，先揍他们。哎呀靠！哎，哇哇，四都是四只哎，真的要钓鱼了哎，哇！这是钓鱼哎，哎呀，西凉哦。哇，你怎么挖怎么生哎？哇塞！没有擦亮吗？忘记了。哇，二四六七，七个公蒲公在那边乱斗，打赢才你能们去一打场完小就雨啊！又生一只了，够两只。角落那边的右前方那只是新的。哇，摄影了，摄影了，摄影了。忘记掉啊，三只够哦，过完够给弯开，弯开，弯起走来，弯啊！起来，哇！不是我，这样我很难办。走啊！隔壁那个没看到你，嗯。你左边的，弯给。王哥啊！对呀。不停哦，看我！他们都不看我呢。坏了！哎，又升了，又升了。哦，怎么又升了？怎么又升？哦，又升了啦！快快快，叠加布！叠加布！哦，上面弓箭掉下来，吓死！安尼都有。呵，在哪？看一下哈基啊！哇，哈基直接裸钻探矿，哎，不是裸钻啊！哦。要捞水，捞洞窟里的水。捞洞窟就是，哦，你你等一下，哦，金冠，金冠，哦呦呀！哇，外，我耶！地轴在外力八八五七对这个，我靠！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面对深怪塔的左后方。哦哟，等你等你，我哦唔对，唔对啊！哦，唔对啊！啊！怎么了？我挖错格了，跑出来了。举好盾给他们射啊！跳起来，往后跳。好吧。那边没。哦，没事没事。红薯哎、欸！跳鼠，挖错格，流出我来。记得这缩边缩很快、欸，对啊，算了算了，不算的打。啦。对啊，左你。右前方那边右是安前全，方，对，安全的。哦，到了，这边就安全了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啊那，水很近哎，所以我哎、欸，还可以好啊，再打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跟你讲，隔壁就哈基哦，哦，真的吗？哈基在挖过太来，恐怖！问他要不要共享资源。他自己只有一个人是。对啊，你看，看，他问你呀、啊。哦。
好，这样的。哦哦哦，我淹水！白痴！脾气。好，没怪了啦。怎么脾气？去把我的水拿回来了。不是升怪状还会升吗？不会啦，不会了。不会吗？都清掉了。有啦。哦、会呢。哦，无呢。哦、欸。可是马上消掉是不是？对啊，应该是升出来然后就消掉了。等下怎么之前？哦，改过了吧？好像是后来改过了。嗯，不然很早以前可以吃鸡，被毒蜘蛛搞死。嘿、啊，慢叫慢叫慢叫！慢叫我没有拿到剑石吗？好像是。好呀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他好像有话想跟你说，要不要回头看他一下、哦、好，他怎么在烧东西干嘛？巧克力受到一点伤害、哦、怎么了？被压死了，被压死了，要被压死了、哦哦，在边界外、哦、哇！哦，怎哎、欸、嗯哈？对啊，边界还他们太远了、哦、是吗？对他来不及挖。哦，对啊，我要做工跟钓鱼啊！我要啊，我要弄啊！哦，我没有捡到工是不是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有吧？我超多线的。哦，可是掉在地上太满了，我就没拿到。哦，杰克要死，杰克要死，杰克要死！啊，杰克死了，那我们要打架了哎、欸！哦，还没啦，还有一队，好，吓我一跳！哇塞，他们是怎样啊？站太远了，边界太快了。没有，杰克好像看到曙光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想要凿穿这片墙。殊不知，只插了三块泥土就可以活了。哇！这么可惜，看吧，就说要做铲子都不做，低端。排耶，死肉！我如果打到苹果，我可以再做一颗那个金苹果。你问他有没有啊？你吗？没有历史。No?Apple 欸，他有欸。哦，你有 Apple 呢。分他好了，看你啊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做一颗分他。One 一个黄金，那你再喷一个金。对，直接给他一个 Gold Apple 给他。Gold Apple 哎、欸，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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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看到你 ID 了。我看到了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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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边。他不知道啊！他不知道啊！他不知道啊！我就一直挥。你还拿斧头挥，吓死人哦！不要拿剑，拿斧头。我拿，我没有啊，我刚拿斧头挥啊。我劈到他。我怎么挥到他的？哎、欸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走走走走。哦啊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个他们是，他们在右前方啊，都没岩浆桶哦。对啊，怎么走啊？没有、啊，就过去就好啦。哦，直接走过去。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峡谷了。哦 ，I go、啊。哦，我垮掉啊，我垮掉啊！还、哎、没看到你，没看到你，没看到你。
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打团团。哎，我被树卡住了啦。啊，你们要打，你们要打了。你们要打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啊！给我打下去了。喵哈哇的，喵哈，真好笑。小雨，你怎么下去了？yeah~、哇，踩下去，笑死了。哇，你好级好六哦，背叛者有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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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米也是啊，卢米也是吗？他早就死了吧。从头到尾都在乱带我啊！那我最后就很相信了他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边界来了。”然后我就稍微抬头，哦，对啊，来了，就在我面前。哎、欸，而且他已经完全来不及上去了。他怎么？他 是在到处看别的在干嘛？哇，我不知道啊，他的心就不在我身上。对啊，我对，我看到我，我有看到你呀、啊，我到处乱晃。是然后我死后的时候，杰克也很危急，杰克就是觉得，哎、欸，杰克，但是他其实他旁边可以有路绕，可是因为他的死长还没看到。对，但是如果卢米一看的话，就可以知道了。杰克左边会不会就是压进来啊？我就对，杰克不知道，杰克选择挖山就被编制压到。你是不是没做铲子啊？然后卢明就说、啊、我在看别人呢、啊，自己对最危机的时候。杰克，如果你做铲子的话，只差三块土就过火了。哇，真的，看你差一点点而已。啊，来不及啊，那边界太快了，真的。嗯你要靠自己喝，我们前面边界压都是靠自己，最后想说队友会提醒，我的好瞎一眼，我们的很棒啊，我还去做了生怪砖，哇，是我跟小雨繁星同队的时候，因为我跟小雨太远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小雨，我是背叛者、欸，哎，我的队友是团团的、欸。不是啊，因为太远了，哎、欸，太远了啦，反正我们也打不到了。搞笑的，我在开始聊天。好的，背叛者可以隔超远。哎、欸，小雨还有一个在我这里，好那个太远了，我所以没带你去。你看别的，哦，这好远，连眼皮都会带去。我有带生怪砖，总共有三个啦，这个太不顺路了。那个太远了，我们只有一个，这里都没有钻石，还有钻石了，在那岩浆底下啦，哎呀，也拉不动啦，我明明就有说有废矿，那里有要求有废矿啊，啊，就是在边界那个方向啊，好玩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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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我那个，哎，钻石哎。吃石头了啦！对啊，现在在吃石头了，吃土哦，吃土哦，吃石头。哦，好卡、哦，好卡了。他不换。我们最后就想说，哎呦，你们虽然间谍，可是你们没有天眼兵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刚其实小雨来打的时候，我们是完全没有，就是没看到的。对，而且因为我就说你们背对着，趁现在啊。对啊，而且我又想说。看他们天眼兵，他们都还活着，所以他们天眼兵一定很优秀。嗯，对啊，优秀。而且刚刚其实漏 ID， 我就跟小雨，哎、欸，小雨，看到吗？蹲下。然后他就狂挥那个方向，然后哈基又好像不知道是怎样，还跟着狂。对啊，跟着。我要跟哈基讲，在那边。我们那时候离哈基有看到，只是想说那时候先逃边界就不理了。没有嘛，那个 ID 是那个啦，黑队的，是对，突然团团团，不是我看到哈基的 ID 了，但我没有看到哈基的，有你们呀，平行蛙，可恶，你们应该去把哈基打死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相信了自己，赶快先逃边界，想去的话我们就会打，相信着天眼兵，我们有看，影院有跟我讲啊，我有天兵有看到啊，可是我就静观其变，如果冲过来我就赶快跑了。就死啦！天眼兵的差别啊，真的，卢米多多练练啊，加油！天眼兵全班，去去去！
加油！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哎咻，哎咻，还是我越来越不会玩麦块了、欸。然后这个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对吧、啊？今天真的玩的蛮开心的啦，就打架都有参与到，就蛮开心的，不像就是没有打架到或什么的，没有表现到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、啊、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